下面是各位亲爱的朋友，队长加油，对，要比对方更快的答对题，好，来。同桌像就要打架，明明是要个用脑子的题，你这好，来，请抢答。七六，有效，吴磊磊，猜，猜猜，一猜就要猜，一第一猜，好，谁快？一，我们的队长快，材料的材，赫赫先说了一个累，然后呢，同桌说了一个财，而且重点是正确答案没出来，他就觉得自己对了啊。我们看一下正确解答。哎，材料材啊！首先是蓝队队长童卓，请看题。八、七、六、乾，乾隆的乾。四、不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乾隆的乾对吗？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回答正确。哇哇哇！他是蒙对的。我想问一下，童卓，你答对了之后，我看到心中为你鼓掌的时候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自己都不确定。请问你那片刻对自己的怀疑是怎么来的？就第一反应出来了，但是马上一想又觉得不太对，又对，好像觉得这边好像上面还有点啥，是吗？对对对，就感觉少点啥嘞。好，红队队长高天鹤，请看题。八、七、经六。好，在第二秒的时候已经做出了回答。二。回答正确，抢答。八、七、直六，指什么指？指什么指？前四、前枪站晃成一、虚，虚，会了，起飞吧，高队长。好。我们同队已经觉得自己奠定胜局，他确实是先说出的虚。然后呢，有趣的是，我们赫赫在这边讲了十几个答案，中间有一个最小声音的是树，月树。很遗憾，蓝队痛失队长，我们会赢的，队长会赢的啊，放心。来，卓队长帅帅的走，好吧，拜拜，再见。